個表演者，台上面嘅所有表演者同埋啲觀眾係連為一體，融合咗一齊，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好 show 咯。即係好奇怪嘅人就係咁啦。咁今日就係咁啱啲嘢就融埋一齊，就所以自己都忍唔住咯。咁我好少嘅，因為我怕影響到唱歌嘛。我人好理智噶嘛，我好少會喊嘅。係咯，同埋個人病咧都會敏感啲嘅，即係脆弱啲啊嘛，脆弱啲咪敏感啲，敏感啲咪容易感動咯，係咁啫其實。不要替我掩飾，試圖要緊我交流，我好害怕我表達不清楚，只是有多精彩都明白。在我脑海，谁和谁又分开，谁先没有了爱，好像挂怀其谈，好友无不似爱，交谈着被人崇拜，没有预备错误，有何得到高人却好人觉得我坏，坏人觉得我怪，自我却将才明白，因为我的社交恐惧爱，刚才那首是新专辑里面的歌，还没发行。你们是第一个人听第一首听到，这是我刚刚说的小礼物，来刚刚小礼物就送给你们。多谢你哋，多谢你哋，希望你哋中意，希望你们喜欢。社交恐惧癌。Anyway， 对，这个专辑有八首歌，有八只歌，咁一阵会同大家见面，你会听到原装正版，可能比我头先嗰个好，因为我哋第一次玩，我哋一定有少少咁多啦，下次我都会有啦，咁This is life, okay? Life 就係咁噶啦。今晚有啲擔心嘅，因為你知啦，咁又之前病咗，今晚好多即係好多觀眾又周居勞頓咁樣，都為咗淨係睇今晚，咁唔衰得噶嘛，咁所以即係唔可以失場，唔可以失準啦，應該話。咁今日用咗另外一個方法，係仿效林憶蓮嘅唱法嘅，我覺得。即是用一些音力这样 去唱，但是挺得意的，有时即当人遇到很大的障碍的时候，原来即总有办法的，只要你即适应一下，跟住想想计咯。还有原来这样有时用一些音力呢，不用那么澎湃的力呢，其实是更感动的，其实仲 touch 到我自己添，唔知啊！我相信如果我 touch 到自己，俾只歌感動到啦，我相信觀眾都會有嗰個感覺。今日事情如不順，今日問題如不盡，嗰度已經係啦，因為自己遇緊呢樣嘢，但係即今日個人比較脆弱啲啊嘛，唔係我擰住面，哇！啲觀眾。全部着曬燈，個手機燈着曬，全場係光曬，咁你咪覺得哇好靚啊！係咯，大合唱再加個燈，唔使係嘛？咁佢哋好 supportive， 個表演者台上面嘅所有表演者同埋啲觀眾係連為一體啊，融合咗一齊，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好 show 咯。即係好奇怪嘅人就係咁啦。咁今日就係。咁啱啲嘢就融埋一齊，就所以自己都忍唔住咯。咁我好少嘅，因為我怕影響到唱歌嘛。我人好理智噶嘛，我好少會喊嘅。係咯，同埋個人病咧都會敏感啲嘅，即係脆弱啲啊嘛，脆弱啲咪敏感啲，敏感啲咪容易感動咯。係咁啫，其實。喂，後邊啲觀眾都有同埋一齊喊，幫你學到啫。我
望唔到啦，梗系我散光咁犀利。咁正，其实系好噶，因为我觉得喊系一种，系一种抒，系啊，有得抒发到嘅情绪，其实系好过谷住嘅，谷住会谷到病嘅。